出现了。老匹夫，你还真以为能瞒过我呀？我疗伤归来，定取你的肉身炼药。我等着你。他竟修出了两道仙气，天可怜见，只需牺牲他一个小我，否则万千移民岂不快哉？我曾助你等寻回圣物，你等反来袭杀我。三大天神转眼截止，命。需赶在天神到来之前入黑渊暂避。那皇银刚离开不久，青铜之花绽放。把那荒给我活着抓回来。龟仙预言，纪元轮回将至，若无第三道仙气，超脱无望，即使避过追杀，已难逃末世劫难，必须择地闭关。早晨雷仙古法力其实已极强，黑云更是连教主也难以立足，这古相分明也是仙古原住民，怎么敢来？心智不全，他们怎么全无生气？难道并非活人，只是傀儡？罢了，看来唯有涉险去那混沌轮湖，看看能不能甩脱他们。仙谷禁地，他们敢跟到此处，不知是勇而无畏，还是蠢而无脑。荒衣陨落，有神炼药，那很好。
分，可惜我回来了。到此为止吧。此时即便避战也来不及了。你什么时候招惹这么多人？一个宁川也就罢了，他们此来并非为你们。应是与我一样察觉到黄金道宫即将出现于此。来得好，我正打算为兄弟两肋插刀呢。十日与外界不同，自擂台出现到凝聚成型，短则半年，长有十余年时间也说不定。遇到此等良机，竟然一无所获。诸多历代王者在此，凭你夜做如此妄想，还敢出言不逊？看来上次打得你还不够疼啊。倒要看看这两人的手段到底如何。看在老夫的面上，就此离去吧。是。前辈开口，敢不从命？你我终有一战。先到擂台上。
我们终会相见。这位前辈怎么称呼？为何要特意助我？我名马元，虽是人族，可以出身仙骨，乃是此地原住民。听闻小友曾助我仙骨寻回祖籍灵圣物，我自当出手相助。这位天神前辈既与荒兄是有非敌，我已不再打扰，告辞了。你是人族，手中的弓箭却像人马族的武器啊！仙骨之内，各族融合交流，兼容并包，也是修行正道。我看小友身上还有暗伤，还是先疗伤吧。小友。我来助你疗伤。进来暂避，我有脱身之法。无非吹灰之力。老匹夫，你还真以为能瞒过我呀？你怎知道我要对你动手？自然是因为你这身装扮。仙骨之内，各族融合交流，兼容并包，也是修行正道。那腰带乃人马族专属配饰，即便有人族修了人马族的弓射之术，岂会连配饰都模仿得一般无二？请莫露声色，一会儿听我指挥。我与你无冤无仇，还与柳神颇有渊源，你身为仙谷原住民，为何要对我出手？柳神祖纪灵，他将我们遗弃此地不闻不问，一个纪元任凭我等受尽仙谷法力侵蚀折磨，与其愚忠于他，不如就此夺了你这修出两道仙气的躯体，悟透你能得此成就的秘密，破了这法力侵蚀，杀出仙骨。哼，总想着夺他人之物，你们这些人就不能自寻突破吗？要你多嘴。至死，好，好得很。一老卖老，老大年纪不想着如何自寻超脱，总盯着小辈的机遇，你还有脸开口？小辈，长。
好，好，好！天怜我，天助我！今日不仅能夺得修出两道仙气的躯体，又能获得如此罕见的仙种，何愁法力侵蚀不破？老匹夫，刚刚受伤的是你，你搞清楚状况。哼，你一个神火境的小小修士，也敢当天神之位？刚刚不过是我太大意了，我只需一念便可重组真身，些许微伤能奈我何？此战就此结束。要开始了。装神弄鬼，这次谁也救不了你。不好意思，我算错时间了，现在才开始。法力侵蚀，对吧？我给你加些分量。这天河之水的侵蚀之力，别加你原本仙骨侵蚀之伤。现在你还有力量，定住这天河之水吧。我等着你。马元虽败，未必不会卷土重来寻仇于我。咱们又压制住了，可长此以往，怕是非死即疯。这仙骨法力侵蚀，已折磨我等整整一个纪元，成就越高，痛苦越深。我原本以为早晚定死于此，可天可怜剑让我发现了那荒，他竟修出了两道仙气，其成就可比肩传说中的仙骨天才，本纪元更是见所未见。如此说来，只需擒杀了他，悟透他身上那些秘密，你我也很可能突破本纪元的桎梏，摆脱这法力侵蚀之苦。他有此成就的机缘，已来自仙骨，正该还清于仙骨遗民。只需牺牲他一个小我，负责万千遗民，岂不快哉？人仙殿乃人仙炼药之所，仙骨法也有此术。得，这多了解些仙骨遗术，有时几分尝试，却终究难以成功。生命冲关，终于成功。舍命冲关，难道是因我胜我一往无前的勇气？黑暗，无边的黑暗。
当你境界至此，自会证无人相、无我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之心境，也会明了所谓过去只是以力之未来，未来不过未力之过去。千秋万载，纪元更迭，终不过世事轮回，皆在此时此刻。逃不掉了，告知我荒的下落，不要找死。找死？凭你们几个去找荒才是找死。何必与他们废话，留两个拷问，其余全部斩了。荒已陨落，去把肉身炼药，夺机缘解仇恨，就在今日。你们敢？站住！此路通往的，并非超脱，而是无边黑暗。是那无边黑暗。此时我并未动用任何法力，元神却还是在不断衰弱。怪不得小仙王那等人物最终也落得那般下场，难道我也只能坐等着魂飞魄散于此？这么多被困的元神，很多看起来甚至是仙古纪元的物种，为何还活着？难道
到仙谷纪元，又抵御元神散叶之术，可仙谷之法我根本不懂啊，我到底是如何沦落至此？对，当时我已修出了第二道仙气，仙气，记住，万法殊途同归，不分高下。仙道、神道，万法殊途同归，不分高下。殊途同归，那他继承仙气，应是成仙之际，暗合仙谷修行。可不论是与不是，那两道仙气皆缠绕肉身。我如今只是元神，根本无法动用。可他们也仅是元神，又是如何调动仙气之力？柳神气息，柳神，只是一截残余的柳枝。柳神，是我，我是十号。你要去哪儿？所谓柳神，既非柳神，是名柳神。柳神是名柳神，对，那只是一截柳枝显化，可在我眼中，他却与柳神一般无二。那到底谁才是柳神？你是在告诉我，神心一体，真如不二，哪怕只是自身的一部分，亦是自身。毕竟修行根基所在，总有融通之处。既如此，肉身、元神，皆是真我。只要修出了仙气，应都有所得。却不可能只有肉身得其滋养，却全然与元神无关。仙气，真有蕴含元神之中的仙气。真是你布的，拦住他们！哪怕只留肉身，也可能有复苏的一日，绝不能让他们夺去。我在阵外，怎么控阵啦？我们去拦住后面的追兵，你们专心对付前面三个。看，那黄的肉身就在法阵核心，拜托两位道友拖住敌人。去破阵！他们偏了，退下！之力不再莫名消散了，原来那些元神是凭此仙气才保持元神万古不朽。这并非是先后修出的那两道仙气，而是当初以为凝聚失败散逸的那一道，原来它并未散去，而是化作无形，养其躯，壮其身，与真我合一，无所不在。此仙气不但可护持元神，且可以元神之力掌控调动，说不定可藉此脱困。这牢笼如此坚固，看来唯有凝聚全部力量才有可能突破。只是现在元神衰弱，怕是只有一次出手机会，就以这仙气为机，催动那第三种至尊兽提升战力，汇聚我两种至尊术。鲲鹏、
赛迦真皇、真龙、金蛇之力，以及曾修炼的剑意。神魂归位，两刀是两刀玄气，夺下此肉身也是天大机缘，逼退他们。神幡定锁，界限无形。见机缘引我到此，可这并非出口，您到底是想告诉我什么？柳叶在引我以仙气与之共鸣，虽有仙气绕体，可并无神魂波动。想来不是入寂灭深处冲击修行关口，便是因故正在沉眠。出手。大哥，花傲，你也有今日。两位道兄，此肉身缠绕两道仙气，你我可一同走。只需走通此路，莫说当世无敌，说不定可变长生之计。花，快醒醒！等等，我怎么觉得他神识未灭，未必就死透，可莫要留下什么后患才好。你们先等一下，我门中有一秘法，可搜魂御力，请带我试一试。若真有神魂在外，也好斩草除根。这刻骨之痛，必须尽快找到出路。还魂之术，有人在试图引我神魂归位。那秘法的源头就在此仙气之路的出口。
后患。打得好算的，可惜我回来了。你这个当大哥的，怎么会比你十八天先死？死是在我心里，你我皆死无葬身之地。九天十地，神魔融合，玉石俱焚。
不是要拼命，怎么跑了？慌！先祖争霸，胜负平常，我不是对手，退走也就罢了，何必赶尽杀绝？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既然不容我走，就战！杀！你倒是果断。护住大家。好。肉身，你小子倒是决绝，下次再斩你元神就剩你了。可是我为何留你到现在？因为我猜那引路招魂的经文是你送的吧。这是我的信誓。不过那谢意到此为止了。